曾经拍纪录片《飞行少年》获得台北电影奖最佳纪录片的导演吴家俊，最近发表新册《让我到你的生命里走走》，分享家己的生命故事和拍片经历。日前需要到嘉义市25x40艺文空间举办新册座谈。伊讲常常有听众问要安怎活了搁较好，伊总是回答看别人安怎活嘞，去探索周围发现无同生命的价值。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台湾知名的纪录片导演吴家俊作品有《飞行少年》《一首摇滚上月球》《来得及说再见》《一艘起飞男人与他的海》《无足超过1180万》，一定每年3月份要上映。最近，伊将过去的人生故事，阁有拍纪录片的机会来集结发表新册《让我到你的生命里走走》。日前，伊特别来到嘉义市25x40艺文空间举办新册座谈会。有机会来嘉义25x40艺文空间举办我的新书发表会。那这一次的新书叫做《让我到你的生命里走一走》，书里面其实是这十多年来担任纪录片导演的一些心路历程，那当然包括每一部作品它背后可能在电影里面来不及讲或没有说的故事啊，在书里面其实更多要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些年来我在几乎快几百场的生命教育里面分享了一些点滴。那纪录片导演其实就是一个很容易可以走到不同生命故事里面去生活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在过去虽然透过都是影像的作品，但这一次透过文字更细腻的一些记录和撰写，可以给各位读者有更多不一样的感受跟新的认识。那很期待过去已经看过我作品的一些老朋友，还有一些还来不及认识的新的朋友，都可以在这一次的新的作品里面，我们能够到彼此生命里面互相走一走，互相交流。吴家俊讲，做兵的时阵，伊拄到911地震，受派前往灾区来搬运尸体，让伊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因此决心要投入拍纪录片。这一届新册内容会当让想要拍纪录片的民众了解拍片的过程和思考，更希望让大家多关心身躯边发现无同款的人、无同款的生活方式、无同款的生命如何活出价值。位伫咧嘉义市中正路顶头的25x40艺文空间，时常举办各种的讲座活动。店长黄义珍是吴家俊的大学同学，伊全力邀请吴家俊到嘉义为民众分享。黄义珍讲，付费艺文讲座的推广真无简单，嘛希望市民朋友会当多多支持。最新新闻，就顶顺王小山嘉义市采访报道。Train ride over there. Are we going to find smart fish, my babe? I think it's just down here. Look here. Just zoom in quickly. No, look. Honey, I think we're lost. Ask her. Excuse me, do you know where smart fish is? Oh, of course. Ghost trail along this road for about 3 blocks. You can see smart fish. Okay,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加个好友吧. Thank you very much. Honey, what do you think it is?欢迎来到英语友善城市嘉义市，只要您看到加个好友双语服务认证标章，就能畅通无阻地在嘉义市大街小巷里尽情享乐。 OK， 那我们翠山，我们提供双语菜单、双语店家手册服务以及店家英语实战培训。 The English menu. Oh, that's right. Can we order the sausage and side dish platter set, please? Yes.Thank you. And it's good. It's good. Really? Let's go to this one. Okay, this one. The one up there? 对。让旅客无论在嘉义吃、喝、买、乐，都能够自在享受嘉义市独特的文化气息和最道地的人情味。Hi. Hello. Can we see your menu, please? Yeah.Wow, this is great. Thank you. Zhongshan Road. Zhongshan Road. 以前叫做二通。I love the first one. Okay. This is what I'll make everything. 欢迎来嘉义，欢迎来嘉义，欢迎来嘉义。我们一起加个好友吧。Welcome to 嘉义。Welcome to 嘉义。Come join me.
透过嘉义市双语服务认证标章计划，我们协助嘉义市特色店家拥有更便利的双语素材，来与外籍旅客互动，让更多人发现嘉义市的美好。邀请您一起来畅游嘉义 ，Come join me。